我唔会同佢做朋友，你仲系做差佬，你仲系亲手杀死自己大佬。你冇动意，万一你嘅情报有错误嘅话，会引起恐慌，令到啲病人有所损伤，边个负责？梗系我啦。差馆就你负责，呢间医院系我嘅，病人嘅生死就我负责，除非有特别情况，如果唔系，我唔会疏散啲病人嘅。 冇事啊！大家翻去房，冇事嘅冇事啊！院长啊，请问系咪听到火警钟声就即刻疏散医院啲病人噶？有个曱甴都入唔到去。 衰咗牵连我好大，而家大家焗齐啦。我哋已经冇乜时间噶啦，叫啲手足尽快疏散病，同我活动。只有我可以逼到人哋快啲，冇人可以逼到我。咩事啊？有差人，即刻疏散病人。大家唔好惊啊！我嗰边啊，你咁高噶？你惊啊？我惊你袭击啊！冇事噶，大家冷静啲，冇事噶。 边度系假噶？冇咩事噶，大家翻返去自己房，唔好再留喺度啦吓！你黐线嘅，你想到阻？我拒捕你，告你阻差办公啊！可以告你滥用职权。呢个是300嘅病，你再喺度玩嘢？我淹咗你。小心啲啊，慢慢推啊！哎呀，使劲啊！做乜重推 B B 出去啊？都冇大人，咁点算啊？快啲搵人帮手啊！吓？ 大佬，兄弟入晒嚟啊！医生紧急疏散啊！点啊？依家继续，有班差佬喺度搞鬼喎。 食仲食，唔好俾啲病人走。系。快啲疏散佢 B B 啊！阿Sir，你开枪啦！我知啦。 有咩后果要真系要搏到，或者要小心啲病人啊！医生，医生，冇得走，嗰个死嗰个，翻咗嚟，翻咗嚟，冚唪唥，听唔听到啊？唔使惊 ，C I D， 翻咗嚟。 好，同佢哋擺啲鋪，劫持所有病人。嚇！
吓亲你 B B 噶。 仲想炸一成间医院，点送孖俾女友啊？廿八钟之前送咗啦，结周到啊！有事女人对佢好，佢唔知佢弊啦。你两个以为可以出到去咩？阿郎，我一直都好欣赏你。 当你系知己一样，估唔到你会出卖，你令我太失望。你今日会仲失望，因为我专程翻嚟怼冧你。我报咗你好耐嘅，摆咁多军火喺医院度，你仲想害死几多人？我玩得起啫。而家我手上边有几百个人质，下边有个炸药，只要我一个唔开心，揿一个掣，就大家一镬熟。你试下，我话得出就做得到。 下次我将啲军火摆差馆入边，睇下你哋点玩。听讲医院入面有百几个病人被揸出嚟歹徒劫持住，警方到而家为止仲未有办法。 咁冻嘅，后边一定系殓房嚟。好啊，近啲，死咗掟我隔篱就搞掂。呢度咪两个人，上面有几百人班伙计都搏紧命，你咁快想死？我想揸枪出去除暴安良，结果咩人都要杀。我个想堂堂正正做个差佬，学堂出嚟摸个 pose 见阳光。 卧底，黑社会，正啲嘅故事咧。你有冇理想嘅咩？有，我打算迟下搬去冰岛嗰头住。嗰度冰天雪地，你睇下佢够冻，起码见到光。我问过噶啦，嗰度24小时都有阳光。<笑>理想唔系靠把口讲嘅，我够有理想。 僆仔嗰人谂住做兵仔，最终咪入咗呢行。呢个世界都系咁笑嘅，上嚟。